龙飞传奇做自己的英雄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64公斤级自由搏击超级战的比赛。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原田显悟，他这个动作，可以包括后手直拳，这个爆发力很强，而且王彦龙可以左右架互换，哇，这个大的抡板啊，直接抡在了原田，很大。 非常漂亮动作，可以名能撑，再去发力，而且他每个动作并不大。但是原田显悟他有一个非常有优势的特点，就是在出动作发力上，比赛继续进行，嘴巴被对手撞开了，哇！ 哇！再一次转身后吧，第三啊，比27，3号裁判30比28，没有意外，所有裁判一致裁定本场比赛红方胜。